this monastery is Ernest monastery. This temple, this monastery is temple. That is monastery. I. Okay.以前我们寺庙里面的比较条件比较差，还有寺庙三座寺庙都比较太破了，差不多比较破坏了，所以我也外面出去一下，还有呢，方便一点呢，比如有一点他们供养，这回呢我们寺庙办这回呢，现在比如寺庙已经维修都修好了，他们的供养的，是这样的。 佛学院小学，嗯，学的，去年开始的，嗯，去年，现在2007年的这会开始，现在大概有多少个学生？这里呢，今现在二十五左右的，他们中学是什么的，就中学佛学上的，佛学里面的还有大有肉的，有个一个，嗯，有些文化高等那个学士这个的，文化重点的那个呢，朝服一个护法来的，护法的班的。 比如以前历史里面讲的，这里地方呢，路都没的地方的，很熟悉的地方。然后在呢，以前很多年的这会呢，有一个城市，这里修的这会呢，路都没也看见的。 很熟悉的地方，这个呢，我们是路都木殿，这个呢是我们以前闭关的地方，这些闭关的那些出家人以前在这里闭关过，很多年了，他们现在呢，有些呢在山上，有些呢在德格佛学院里面在学习，有些山上的那些呢在继续他们闭关，里面呢有很多教派的，比如图案的。 比如在黄教的宗喀巴大师，还有呢，比如大有瑞勒佛、药师佛、普通佛、金刚术、金刚萨埵，很多的图案。 这个最起码1300年，1300年，嗯，故事里面清清楚楚讲的，没写好护法，没写好护法的这会呢，比如，天空，带过来，比如七个的，比如，空心木，真的看见的，他们真的没有准备好，没写好护法的，墙壁上面，经常天女的。 怎么说呢？燕子也没有写好的这回呢，比如有一个山路里面，吉祥天女，走了几天，然后在这里写好了，然后开关的这回呢，七个的，火把都这里请过来的，请过来的时候呢，要。
一家一家一家之后呢，最后呢怎么说呢，合法一个合法，一个合法也还有在里面合法的规则里面呢，比如没有看见的，这里面只有比如光的开光的这回呢，里面有真正的合法的。很多年的这回呢，比如差不多这个倒下来的，以前有一个只有一个沙沙巴王，他的名字叫做沙沙扎西人杰，扎西人杰他有一个建一个这个坦克上面有一个建，等共建的大一个，这回呢比如没有倒下来的这个。合法加持。以前呢，我们的这里地方呢，本教的。新教改版的这回呢，红教的，然后在帕斯巴这里来到的这回呢，比较，改了红教的什么的改版，华教的，有一个藏地呢，有一个皇帝，带给的那里，他也，这个重新改一个大殿那个的，重新改的，是这个的现在，现在这个的遗址，但是可能有一点前几年问题出来的。所以我也比如很多弟子嘛，他们帮我的，这样我也改的那个现在修好了是这个的，还有一部装修，就是最重要一部装修，还有一部装修完了，然后在这里面有一点怎么说呢，图案啊这种也改一下，心里准备是这样的，现在没决定。这个最起码的话呢，800多年的。